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、哦。他说持一个均匀硬币十次，恰好出现 n 次正面几率叫做 an； 持一个均匀硬币八次，恰好出现 n 次正面几率叫做 bn。好，麻烦你问你下列何者正确？来，什么叫 a？a 号代表持四枚硬币，那 a4 代表什么意思？四次都什么面？正面。A3A 代表这四次当中三个正面一个反面， A2 代表两个正面两个反面， A1 代表一个正面四个反面， A0A 代表四个都什么面？反面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什么叫 B？B 代表直接硬币八个硬币，什么叫 B8？ 代表说八个都正面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什么叫 B7？ 代表这八次当中有七次正面，一次反面。B6 呢，代表这八次当中有六次正面，两次反面。B5 代表说这八次当中五次正面，一次反面。B4A 代表八次当中四次正面，四个反面，这样行不行？以此类推嘛。还有 B3。B2、B1 还有几 ？B0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来，第一小题 A 选项，他问你 A2 是多少？什么叫 A2？A2 就是这四个硬币值出去，问你两个正面，两个反面嘛，可不可以？所以什么叫 A2？A2 是几？也就是两正两反，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。四个硬币值出去全部几种？一个硬币有两种，两个硬币四种，三个硬币八种，四个硬币全部几种？16种。我要什么？这四个当中有两个正面嘛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要什么？两正两反，四阶除以二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因为它可能是正正反反正反。正正反反正反正反正反反正，对吧？换句话说，把这四个排列四阶除以二阶二阶，算出来是几？16分之几？六，越分越掉，3/8，行不行？所以 A 选项它是1/2，错的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再看 B 选项，他问你 B2 和 A2 和 B 4一样，对不对？好 ，A2 已经算出来了，我们再算一下 B4 好不好？什么叫 B4？ 也就是这八十硬币几次？八次当中，正面出现四次，反面出现四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。一个硬币有两种，两个硬币四种，三个硬币八种，四个硬币16种，五个硬币32种，六个硬币64种，八个硬币是二几次？八次。我要这八次当中四正四反。换句话说，把这四正四反，把这八个排列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我要八阶除以四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你去把这边算一下，好不好？算出来分母是几？2/5、6/70。他说这两个一样，对不对？错。他说 A2 等于 B4， 对不对？错。这样行不行？再看 C 选项。B2 等于B6， 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什么叫 B2？B2A 代表说值硬币八次，有两次正面，六次反面，好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什么叫 B6？ 也就是当中这八次当中有六次正面，另外两次反面。来，告诉我 B2 有几种？我先把个数算出来。所以说把这八个排列八阶，两个正面一样二阶，两个反六个反面一样六阶，那 B6 也是一样，这八个排列八阶，六正面一样六阶，两个反面一样二阶，告诉我 B2 和 B6 出现次数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所以他们几率会怎样？一样，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 D 选项。他说 A3 大于 B3， 对不对？什么叫 A3？ 也就是值硬币值四次，有三次正面，一次反面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老师问你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，这样行不行？
四个硬币十出去，全部洗手，十六手。我要三正一反，对吧？四阶除以三阶，所以说把它算出来是十六分之四，也就是四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我再问谁？他问你 A 三和几和 B 三 ，B 三是几？只硬币十几次？八次，有三个正面，另外五次都是一二三四五反面，这样行不行？一样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八个硬币十出去，全部是二了几次？八次。我要这八次当中三个正面，五个反面，八阶除以三个正面三阶。五个反面五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你去把它算一下，算出来分母是二五六分之几？啊，五十六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去比较一下这两个，四分之一可以通分成二五六分之六十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告诉我这谁比较大 ？A 三是比较大，所以 A 三大于 A 三大于 B 三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这个 D 选项是对的。再看 E 选项。他说在 B 这种十硬币十几次八次当中，他说多少？你看一下，他说哦，他说 B 零、B 一、B 二、B 三、B 四、B 五、B 六、B 七、B 八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个事件当中，听我说最大值多少？是 B 四，对不对？来，基本上我举例个现象，好不好？告诉我八个都正面几种？一种。七正一反是八阶除以七阶，当你排下去时会发现到一个现象，越中间的地方它出现频率会越高，对吧？行不行？出现频率会越高，就好像 B0 是什么意思？八次都什么面？反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八次都反面和八次都正面几率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嘛。所以说以几率来讲，会在越中间来讲，好不好？它出现频率会越高，所以说告诉我谁在中间，把0加 8， 好不好？把两个相加除以2是几 ？B4， 所以说最中间是谁？会是 B4， 对吧？所以说它越中间嘛，越中间出现频率会越高嘛，所以说告诉我，他说 B4 是最大值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这里你不用算了，好不好？所以 B4 是最大值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后，所以答案选几？选 C 猪一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 ，OK。